周边很多东西。那个很多同学，你看，你不能放弃，你不能吃肉，你不能看电影，你不能跳舞，你不能唱歌，什么东西？你想一想，整个365强迫人家来走这条路不容易啊。修养精进的地方是大的，我们师祖上人都讲了，今天出家人有没有修行？不要管他们，最重要我们的恭敬的心，对三宝一定要恭敬。今天他不休息，没有好休息，他能够穿这个袈裟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这是真的，所以对三宝一定要恭敬，不管他的过失，怎么样的过失，必定要恭敬。为什么？人约这么久嘛，修能无过往。只要他还是那一天，还是凡夫，还是凡夫的姿色，这个过失很难避免。他是我们佛教教我们，不怕业起，只怕缘起。叫我们避免那六根的心态，每天不断的来反省，求有不得，反求不及。每天就是在反省自己，我哪一点有过失？我做哪一件事情对不起别人？我做哪一件事情有得罪别人？就是这样的反省，每天不断的反省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怎么样来对待一切人？就是这样学佛的。我们出家人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佛陀他们说，学佛的人首先第一。先学做人，你今天学做人是没有都不会，你只能学佛，你只能能够念佛求生净土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如果他们说学佛的人有什么心态？宽容、关怀、爱心，对一切众生，每天不断的反省。自己的过失，所以才是结果。只要学佛，就算做佛嘛。做佛的目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幸福、快乐、美满的人生嘛。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，而且很难打破自我的心智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迷惑。你迷惑了，有时候常常犯了糊涂，犯了糊涂啊，常常就得罪人。人一找到麻烦了，以五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的这些人累积在里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。你为什么今天他在讲感恩的时间，用感恩的心态？啊、哦，那后来啊，五年到了，五年到了哦，给大家讲一讲。五年到了，剩下两天，我跟我的朋友，我那些朋友很多，就约我到哪里？约我到新加坡，因为啊，跟我讲什么呢？你要出家苦的，就是说啊，你现在再过两天你要解脱的，那、啊、你不是解脱的意思。他说你不出家了，就这两天了、啊，约我到哪里？到新加坡，一个很大的餐厅，那个时候将近朋友有30几位，在那聚会，大家那聚会啊，啊，吃饭啊，聊天啊，讲话。那个时候我们穿衣服，他们穿袈裟，他们穿衫啊，他不可能穿那个衣服出去跟他们聚会啊，他是真的就是住的。所以大家啊，以茶代酒，就是说，世间人嘛，朋友啊，他叫红心圆，因为名字叫红心圆啊，啊叫蛤蟆，叫红心圆啊。他说，恭喜你啊，再过两天你要出来了，
我们大家可以记录一下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在讲饭店，晚上在吃饭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接了一道电话，这个电话呢是谁打的？是我的师傅，就是我弟弟的师傅弟弟的。他跟我说什么呢？有一位老和尚要到印尼啊来传大藏经，所以要我必定回到印尼来主办这个大会。因为这个老和尚是非常出名的，而且要请很多那些政府人员，而且请那些所有印尼的出家人这些的长老来参与这个活动，非常很大的活动。我说哪个长老是谁啊？我师父当时提到这个名字哦，我很感冒。我问我师父，他想到谁？上帝下风的和尚。大家听到这个问题，这个消息会不会开心啊？今天做举例，今天做举例，今天老师会过来，大家会不会开心？我肯定没听见这老和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那个听到地方老和尚那个名字的，我非常感冒。我跟我师父讲什么啊？那一个老和尚，讲这些咒骂人的那一个老和尚，很奇怪啊，因为以前有人介绍那个讲经的，就是太上感应地，他讲半个小时，里面讲的都是骂人。我听了之后不喜欢听，真的不喜欢听，所以刚开始对我印象不好。后来呢，我师父说没有人能够主办这个活动，也没办法，人家帮忙你必须要回来。对呀，没办法，有人找不回来，然后开会，开大会。那既然我们师父在交代，没办法回来开大会，怎么接待老和尚，怎么样去接，怎么样给他那个住宿，然后很多的事情他安排好。啊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跟老和尚见了面之后，整个印象改变过来。我对那个印象，以前不好的印象改过来。没想到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特别的认识。后来晚上啊，我去找老和尚，问两个问题：什么叫做出家？什么叫做学佛？老和尚讲这些的话，这些的教诲啊，讲的非常的妙。后来我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学佛，但是不能天天批评，又来读了，骂人嘛，又跟同学答应的，又跟我爸妈答应的，又跟我的同学答应的，那怎么办？很进去。后来呢，我就问老师，如果要学习，怎么学习？后来呢，经过悟行法师悟行法师的指导，我来到台湾，我来到布里斯本，后来呢，现在啊，到现在，是我很感谢悟行师父这几年下来啊，对我们的关怀的关注，结果到现在。去居这么出家人，一人在十年了，你想一想，这种的因缘啊，真的不容易。
后经过学习啊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娑婆世界之苦跟极乐世界之乐。我们这个世间呢、啊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无常嘛、啊，无常到现在带来什么？带来苦啊！所以用这个这种修道的，后来慢慢学习，经过学习的过程，我才明白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的人生最高的目标是什么？念佛，念佛，这一生求生净土，念佛，这是我最高的目标，念佛的。所以世界的因缘是起缘，能够帮助我们就帮助，去发心慈悲和关怀，其他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，这样的生活比较自在。是真的，所以尊敬的这种修道人，我没有别的跟大家分享，我只是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活在感恩的时间。我们必须活在这个感恩的时代，感谢所有的人。有时候甚至在我们的旁边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今天你吃饭，你喝水，你睡觉，你的生活，你这个国家。他们对的恩，对我们能够非常知道，有时候自己不知道的一样。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因缘跟大家分享，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一切众生，用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这个国家。为什么感恩、怎么感谢呢？大家能够走好，那就是最好。用所有的态度来感谢这个国家，然后最后来感谢我们的父母。父母的恩对我们是最大的。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的念经里面都讲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堕在五阶梯，就是因为地藏菩萨说：“杀父杀母，或伤害五阶，罪过是最大的。”那怎么样来报答呢？来对社会能够有一种贡献的力，怎么报答母亲之恩？怎么样报答这个国家之恩？作为朝堂内，怎么样来利益这个社会？怎么样来利益这个国家？怎么样利益这个众生？你对一个恩德是最大的报答。所以我出家就是因为这样，为大众服务，怎么样来利益众生？就是活在这个感恩的世界，目的呢，是活得很自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感恩，这个报恩，就是我们的信仰。知恩也是我们的信仰。你怎么报恩呢？首先先学习知恩，知恩从哪里？从感恩的态度而升起的。所以尊敬的这种修道的，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希望大家好好用功努力。因为我经过这个出家的这十年，我在观察，我在这个生活遇到种种的事情，夫妻吵架，儿女不和，母子不和，父子不和，这些的因为种种的生活，我看了很多了。你有感觉到什么呢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，感谢他们成就我们。今天如果他们怎么样态度对我们，我们要感谢他们。坏人也好，好人也好，用感恩的心态感谢他们，真的，你的生活比较自在。要不然呢、啊，每一天斤斤计较，活得很辛苦。为什么？人生太短暂了，《金刚经》所讲，凡所有的，什么皆是虚幻的，就是虚幻的。你要把这些世间的事情当真，当真一种因缘跟因缘，过好我的生活，怎么过好生活？知足常乐，感谢一切众生，这样的生活就比较好。
对于的比如说上课，我今天一年的一年二十多年跟我们学习中学会，也是我的个人一年，我感谢你们来成就我自己。我用什么样的感谢呢？每一天做功课回向一切众生，就像是我一样没有别的。好，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个生命，因为生命无常，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，好好珍惜活在当下，好好念佛，将来你在这个世间能够从阿弥陀佛来这座殿前，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功德就圆满了。希望大家好好念佛，好，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国家很好，环境好，空气好，水又好，但是啊，还是不是究竟的，还是不是永恒的？为什么？都带不走的。有人在哪里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在这个国家啊，像我自己本身，我很感谢这个澳大利亚国家是，所以每天做功课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必定回向给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人民呢，能够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就是这样的祈祷，没有别的。因为这个国家非常啊，对于我们这个人民，说实话，尤其对老人，是最有感召的。昨天师父到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养老院，那个养老院里面的设备啊非常好，住在里面的人。你非常的敬仰，每天在那看电视，有人给他讲话，无聊和朋友聊天，啊，每个礼拜天，每个礼拜天，礼拜二、礼拜五，听说有人法师来到这个养老院讲经，拜到念佛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国家的照顾，没有国家的照顾，不可能有这种的条件，所以感谢。这个国家的人必须要感谢，不管今天我们是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公民，因为现在是地球村的，走到哪里都是一样。所以，既然我们住在这里，我们要感谢这个国家，因为这个国家的贡献，没有我们今天来学佛，所以必须要感谢。那么，这个国家多好，其实也是一样。你没有我建立的手术怎么样的结果都不会成就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以戒为基，你要过幸福的人生，必定从戒下手，才能够修我们自己的根本。好，这个是跟大家来分享啊，好好把今天的一年开开心心，欢欢喜喜的啊！听说有表演啊，也听说大家很多人拿泡菜，大家来吃，拼命来吃。像师傅昨天一点吃到三点，是不是很饱？很饱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半四点半就开始吃，四点半吃到六点半。七点还有一场，就跑这些地方去了。你看，有点像雪梨哦。你前跑五里路的时候不到哦，忘记扛人不是好汉。到雪梨你不等五公斤不是好汉。所以他们雪梨没去了，哦，聊得胖胖的，没搞错啊。哦，这雪梨哪去了？这个今天的活动啊很好，自己庆祝。我们距离二十多年，还有我们啊，这个大家二十多年的这个聚会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来感恩，感恩我们的正居士，感恩我们的干部，感恩我们的义工，因为今天有这个地方能够上帝指挥学习讲经来念佛，让我们的修人来修心、来修身、来修行，那我们必定要感恩。用什么样的感恩呢？大家守规矩，来到佛堂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话根本太多，
明白吗？讲太多很麻烦，你得罪人，得罪人了就很麻烦，所以我不敢得罪你们。如果得罪你们呢，我将来要拼搏真的很难。所以呢，我都学了，讲尽好了，结束了，回到家，不管他讲太多话，该讲的我就讲，不该讲的我不会讲。有什么事情提出来，大家也就讲出来。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好好念佛，听我的经，很好啊。你要这样学啊。来到九岁，这个人讲是非，那个人讲是非，这个人做这个事情，那个人做这个事情，等到最后，一句佛都没念。而且就是佛，我就造口业。这个是我跟大家。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说明啊，因为我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啊，希望大家好好。所以我这一阵我很感谢我的母亲，因为母亲是个往生的，我才有今天学佛，我今天出家，将来啊会利益做一些对众生有意义的。那怎么做呢？好好学习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希望大家好好老实念佛，将来同生极乐国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